做两个人，一个电影里做两个角色的，哇，你看到你就觉得空间大到我都有点吃惊。你需要赶紧去做太多的事情。二月份增到80斤，就从年后就狂练，花两个月时间先装起来，那只是外形，那外形很重要，那电影里那个视觉。我能实打实的脱了给你看，大家才会相信你为他做的东西。收工，我进门一接你回去，教练站在家楼下，来吧，握上那个东西啊，同时那个快感又是变成我跟教练之间。特别机械的每天，因为我知道未来的那个镜头站在那等我。拍完镜头就得开始拍了。负体力的状态，因为要迅速的从80多公斤减下来，减到60多公斤。妈妈每天就觉得恨不得你会在那晕倒过去吗？你会放下，放开给我脚步。经常想晕倒，但是这都是他们，子瑜就得是这样。
你没有这个做不了子。挨饿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快乐的，因为我知道子瑜需要他，不得不这样做，我也必须得这样做。我的快乐就是来源于这儿。邓超今天杀青了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你尽力了就不会有遗憾，我不会在2017年的这几个月有这样的遗憾。